家有爱宠，我爱我宠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锁定今天的《家有爱宠之酷狗天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泰迪装的修剪。我们知道给狗狗做造型之前呢，都要给它洗澡和拉毛，做一些清洁。这只狗狗呢已经洗好澡，拉好了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剪泰迪装所需要的一些工具。直排梳、直剪、关剪。剪泰迪装呢，我们首先要开始剪它的腿部，还有腰部和前腿，最后再剪它的头部。首先要把它的毛梳蓬松，全部梳起来，然后开始剪它的背线。然后是屁股、臀部的线条。把这里的毛可以梳起来，然后做一个角度。好了，这是腿部的修剪。好了，现在它的脚部已经剪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剪它的腰部部分。腰部部分已经剪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剪前腿部分。首先剪之前也要把毛全部梳起来，让它完全站好以后才可以修剪。剪的时候不要剪得太短，前面的腿剪成一个圆筒形。腿的内侧一定要把它剪整齐。
看起来是一个圆柱形。剪脚圆的时候最好不要把脚趾头露出来。在剪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梳多剪，多梳多剪，这样子剪出来的毛会比较平整一点。现在开始头部的修剪，剪头的时候先把这些毛全部往上方梳，把眼角的这些杂毛先修掉一点。然后一点点一点点往上方开始修剪，我们先剪大概一个轮廓，然后再来进行细致的修剪。头上的毛稍微长一点会显得可爱一点，尽量剪毛的时候不要剪得太多。在剪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舌头老是会伸出来，要剪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。耳朵根据个人爱好，有的人比较喜欢留那种很大耳朵的那种，如果喜欢那样大耳朵的就不要把毛剪短，因为耳朵的毛很难长，长得很慢。我们这只狗狗要剪一个耳朵比较小一点。
泰迪庄已经修剪完成。